说这个马大山啊，真是，还想要120平米2套房，是臭不要脸，这是肯定是不能通过的嘛。哎，书记，那个雅安屯这边啊，那个卓二的工作实在太难做了，这小子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说啥也不同意。哎呀，哎，胖子咋样啊？先别说话啊。哎呀。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葛二雷、邱老五他俩的合同我给签下来了。今天早晨啊，我给他俩打电话，我说葛二雷、邱老五啊，你们不能拖咱们村里的后腿，赶紧到我这签合同。俩人开始还在还执拗呢，我说少废话，2分钟必须到，咵，电话我就撂了。你猜怎么着？1分半，俩人就到了，合同给签了。哎呀！哎呀，真的老丁啊，就签了。那你还，哎呀，老丁啊，咋的？我崇拜你，我太崇拜你了，就这么俩刺头，让你给制服了？那你还，哎呀，那你个头啊，那你啊，那是你办的吗？ 但是人家书记跟他俩说好了，人家书记让他俩去找的你，你咋那么能吹呢你？哎呀，那你，哎呀，我的妈呀，书记，这事儿真的？那还能假吗？你没来之前，书记刚说完这个事儿。胖子呀，我也没想到你一进屋你就你咔你说这么一番话呀！我说书记，我要知道我给你打个电话了，通完电话你，那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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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我还差这点钱呢。行行行行行，毕竟老五和二弟把这合同签了啊，老丁啊是立了功的啊。啊对，那个胖子，要是实在你要是觉得亏了，那我就把你这个酒钱给你垫上。姐夫，我这就得批评你啊，咱们同样都是成大的，我做这点奉献。什么事儿呢？是不是？好，好，好，老丁啊！哎呀，行了啊！少跟我来这套，跟我握完手，接下来那话再讽刺讽刺我啊！不是，这次是真崇拜你了。你拉倒吧！行了，你俩别掐了。行了啊，那咱们继续开会啊。刚才通过大伙的汇报啊，我汇总一下，现在动迁工作呀。有三个钉子啊，马大山、李大牙、朱二，怎么办呢？咱们必须商量商量。妈，哎，你在家呢？啊，在家，在家。高原呐，你最近这段时间你身体恢复咋样了？我挺好的。妈，我给你打电话呀，还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咱家房子动迁的事儿，哎呀，那还商量啥呀？你就和桂枝你俩决定吧。你葛叔说了，咱们呐一切都按人村里的规章制度办，不给人政府添麻烦就行。行，妈，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啊。那啥，桂枝在屋没？妈，她刚出去，洗衣服去了吧？啊，儿子，妈可跟你说啊，好好对人桂枝，板板你那性格。别老发你那驴脾气，听见没？行，妈，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对了，葛叔出院没啊？哎呀，没有呢。听说整不好啊，还得心脏搭桥呢。哎呀，那你可得好好伺候伺候他呀。这老伴儿，老伴儿，这老了才是伴儿。这你们俩都好，我跟桂珍呢也就放心了，妈。嗯，说我呢，你也得有个伴儿。妈告诉你，对桂珍好点儿。啊，哎，对了，我想问问你俩结婚日子定没定啊？妈，我想等我身体再恢复恢复，
等好点再说吧。那也行，那啥，我得跟你葛叔送饭去了，我不跟你多唠了啊。行嘞，妈，那你去吧，这边有桂珍照顾我的，你就放心好了啊。嗯，有桂珍我放心，有啥事给妈打电话啊。哎，好嘞。哎，孙主任，啊，真巧，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你们那边进展如何？合同都签完了没有？正想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呢。大部分村民都响应号召，都签了那个动迁合同了，目前就剩3户了。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先建那个居民小区，然后呢，我们一边说服他们，一边做这个工作，这样咱们的温泉酒店建设呢就不会耽误。你看这样行吗？哦，那这样可不行。孙主任，你想想，咱们建这个小区的目的就是让村民动迁好腾出地方来建咱们的温泉酒店。如果咱们把居民楼建成了，村民还是不答应动迁，到时候谁来负责？是，我的意思呢，还是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让您先建这个楼，他们呢，剩下那3户呢，那个动迁的工作呢，我们会慢慢去说服他们，我相信一定可以说服到他们同意动迁的。我明白。可是，孙主任，我必须跟你讲，我是个生意人，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有风险就贸然把自己的投资给。你想想，村民现在就不同意动迁，将来居民楼建成了，谁能保证他们肯定会答应动迁？如果到时候出现这个局面，谁来负责？况且，我也没有要求他们马上搬走，不是也是说等着楼建成之后他们再搬吗？只不过是要先履行一个合同，如果连合同都没有，你让我怎么办？是是是，我也明白您的意思。那这样吧，我们大伙儿多努努力，尽快让他们签这个动迁合同，您就放心吧。啊，好，那等你的好消息。合同一旦签订，资金不是问题。啊，好，谢谢包总。再见。哎，再见。啊，他说，村子碰上几个钉子户，让我是否考虑先把居民楼建起来，然后再签合同。可是你想想，这钉子户不拔，谁敢贸然去把资金投进去啊？也是啊，这工程又这么卡着，能行吗？工期不会延误吧？肯定会受影响啊。我有好几个朋友是专门搞这个房地产开发的，这种例子多了去了啊！好几千万投进去，最后就因为几个钉子户，结果整个工程所有的资金套在里边，动都动不了。哎，我知道这钉子户是挺麻烦的。哎，是啊，现在只能等他们的进展了。哎呀，你说这个马大山啊，太不像话了。书记啊，我可不是不努力工作呀，我跟金峰已经都尽力了，这马大兔子是没招了。朱二那边我是实在做不动了，你说这李大牙是咋的？他连人话都听不懂，你说你跟他油盐不进呢，这人呢。叔，那你看咱们下边工作该怎么进行啊？我早就说过，咱村干部是干啥的？咱村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既然咱们立志要让英杰村走出一条致富之路，那么这条路上肯定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许多困难。如果遇到一点问题，遇到一点困难，咱们作为村干部就畏首畏尾，停滞不前，做缩头乌龟，那咱们这条致富之路永远都走不到头，那就是死路一条，想走你都走。就是这三颗钉子，咱们就拔不了。用什么办法？咱们想，只有一条，继续做工作。书记，说的太好了，我听书记的，我坚决不缩头，我明天就去拔，我一定跟马大山谈，我一定把他谈崩溃了，让他把合同签了。建峰，喂，书记。我明天超市停业一天，我就跟着李大爷，看合同不签，我。
超市就不开业。好，胖子，我支持你。我也表个态，我死兵主二。好，明天我跟你们一块去。还有我，明天咱们班的成员一起行动，各个击破。是。这干啥呢？布置战斗任务呢。这情绪倒是我们得配合呀。这是努力工作嘛。哎呀，这太整了。哎呀，这把这桌子改个大沙发。桂珍姐，杨峰，你来有事儿吗？啊，高二哥让我来找你。大哥让你来找我？啊。他说什么？哦，高二哥的意思是说让你让我回去照顾他吗？不是，高二哥说让我来和你说动迁的事儿。哦。哦，是那个浩然说村里面分你们两套房子，你和高二哥一人一套。这。老高家就这一处宅基地，我想大哥应该不会同意吧。哎呀，要不怎么说你们是一家人呢？高二哥就是这意思，他让我来找你，就是说如果村里来找你谈，让你别答应。我现在就是住在这儿，我都不知道我到底算不算高家的人，我有什么权利同不同意呢？桂枝。这叫啥话呀？你咋能不算呢？我看呀，高原哥心里有你，你也有他，可你们咋就突然分开了呢？杨峰，你信命吗？这就是我的命，我认了。是，有那么个常理儿，说人不能跟命争。可是我觉得，你看看，这不争哪能有爱情呀？是不是？那爱情都是自己争取的呀，我还有权利拥有爱情吗？爱情这两个字，离我太遥远了。哎呦我的妈！滚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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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啊啊！我听说咋在谈爱情呢？搁这儿是吧？哎，我老五，哎，我这两天没见你，你咋聪明了呢？你咋知道我们俩谈恋爱呢？哎，我告诉你，上次要不是因为你，我们俩就成了，你知道吗？你咋的？跟我来的呀？那不，哎，对，我就跟踪你呢。哎，我就是你的克星啊！只要你敢骗桂枝，我就克你。老五，你说你胡说啥呢？杨峰，你也是，你也跟着他闹。桂枝，你没明白吗？他是啥人？他城里人。有房有车有钱，凭啥就看上你呀？不是，哎呀，老五，你这说的有道理，有车有房有钱，凭啥看上桂枝啊？哎，那你说，那要你要现在有车有房有钱，你是不是就看不上桂枝了？嗯，没有，我肯定不能。你不就这意思吗？我不是这意思。你刚才那话不就说的吗？我说你呢，你说我咋的了？桂枝，你别听他瞎说，我肯定不能。行了，老五，杨峰找我有正经事儿，你先回去吧。听着没？我们俩是正经事儿，啊，回去吧。不是他跟你谈爱情，那叫正经事儿，他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哎，你说谁黄鼠狼呢？我说你呢，你就黄鼠狼咋的？你说我是黄鼠狼啊？你还熊瞎子呢你？你说谁黑熊瞎子？你别指我，你是黑熊瞎子。我指你咋的？咋的？我不但说你，我还揍你呢，你信吗？哎我的妈！哎，来，往这打来。哎，行了，你俩都别吵吵了，都走吧。哎，你不说你要揍我吗？来，你往这打，来往这打。哎，我告诉你。我都懒得理你，别懒呐！来，往这打来！哎，那桂枝，我来是要跟你说，我同意拆迁了。来，你来，哎！哎呀，哎呀，哈哈哈哈！哎呀，疼死我了！哎呀，你这是上的啥火呀？这怎么一疼就疼成这样啊？哎，一疼就疼，我疼两三天了，一点都不关心我。
哎呀，这真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哎呀，你说动迁的工程，这眼看着就要到了，这两三户钉子户他就是不搬，这工期就得往后拖。哎呀，疼死我了！你说你上这火有啥用啊？咱这村里的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能说搬就搬吗？不得做做工作，做做思想工作呀？再说了，这村委会又不是就你一个人，你上那么大火干啥呀？你能不能不着急、不生气啊？我不着急，我不生气，我能不着急，能不生气？哎呀，你快给我找点药去！有药我能不给你吃吗？没药了，买吃。哎呀，我天哪，你要撑死我呀！行行行，你再忍会儿啊，我给你买去。快点！哎呀，你着啥急？我这不就去了吗？哎呀，我天，你说找这么个老婆能不着急，能不生气吗？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我的妈呀！那个。杨秀芳真回来了，真回来了。大志说看着好几回了，跟你爸见面了。哦，没事儿，妈，大志看着呢，说见过几次面，但是啥事儿没有。时间短呢，时间长就说不准了。妈，嗯，要不咱回去？你说我这次出来吧，我就想治治你爸，我还没治他呢。你说咱们就这么回去，治啥呀？妈，你想想啊，你说你要不回去，万一有点啥事儿，你这脸也不好看呢。咱也不能就这么就回去啊。现在回去一点都不丢人，我爸都来多少趟了。回去吧。那你说我回去，你跟大志咋办？那我跟大志，大志说了，说我俩是真心相爱，雷打不动，我俩倒是没事儿。关键是你跟我爸，你说你俩都多大岁数了，现在闹离婚，你这让我们做儿女的脸往哪儿高啊？妈，就回去吧，啊。其实我这次出来，姑娘你知道，我没想真跟他离婚，我这不是为了你吗？我明白，我都明白，但是我看得更清楚，那我爸是爱你的，我爸根本就离不开你。他离不开我，你看他那天那样，都要把我吃了。可行了吧，妈，给你个台阶，你回去吧。啊，咱回家吧，行不？明天再说吧。喝啥呀？我刚碰老舅妈了。咋了？这不李大牙跟朱二不动迁的事儿吗？啊！老舅上老大火了，这牙疼得吱哇乱叫。你说，你说这事儿咱俩能不管吗？得管呢。不是，咋回事？咱俩都签了，他俩多啥呀？人家要大房子，要钱。俩小子不收拾收拾不行了，你知道吗？走走走，我收拾我收拾收拾。找谁俩呀？找我俩啊！哎，这会儿来了吗？喝酒啊，这是？准备好了，来吧，来吧啊，过来。哎呀，菜整的不错呀。你要不再烤你个大腰子更好。我看你像个腰子。我问你俩，为啥不动迁？动什么迁呢？咱们不都说好了吗？不给钱不动，给钱再动吗？对呀。哎，来。事儿我都办完了，是不是你得给我俩表示表示？对呀，表达什么？啥事儿给你表达呀？什么事儿啊？二雷，你这记性也太不好了。你忘了？你让我俩帮你宣传，说是孙浩然跟花花好，是看上那个花花他妈的钱了。现在村里都知道了。你不能赖账啊！你这宣传力度老大了。行行行，别说了，喝酒。一人一瓶啊！啊！妈呀！关二雷，你请他俩喝啥酒啊？喝白酒呗，喝啥？你别管了，行不行啊？啊！哎呀，大牙看着没有？二雷肯定有啥事儿出来了。说吧，二雷，这回又造啥谣？造什么谣啊？
你瞅你那大牙滋楞的，造什么谣啊？造谣啊？我啥时候让你俩造过谣啊？不是你啥意思呀、啊？不是，是这么回事儿啊。这回呢，你俩要把合同签了，是吧？把签动了，这酒你俩可以拿走，行不行？不，你这啊，把酒往里摆，闹了半天让我们拆迁呢。你可拉倒了，我可不拆。不行，村里你必须得给大房子，还得给钱。不，再说了，咱们不商量好了吗？同意口径要10万块钱吗？对呀，统一不了了。我俩都签了，那85平那个，一分钱没要。你别在这忽悠了，啥玩意一分钱没要？忽悠谁呢？都忽悠你俩干啥呀？我俩确实签了，知道吗？你俩不行也就签了吧。签了都是把钱给动了啊！那能签吗？那我俩指那发财呢。你看，那统一完都把我俩扔着了，那不能动，都不能签。行，五哥，把签条拿过来。干啥？要钱呢？那要钱我俩可没有。你俩说，我们哥俩对你俩咋样？还行。还行？你俩上这儿来吃饭了，花过一分钱没有？打的全是欠条吧？我隔二天说没说过一个不字？不是，那这说良心话，确实，这点绝对做得够意思。我跟你俩说啊，今天只要你把合同签了，把签动了，欠条全部作废，现在就可以撕了它，好不好？真的？这还能有假的？这点欠条算啥呀？我们差这个吗？说撕就撕，知道吗？只要动迁就行，明不明白？真撕了？撕了。你咋那么快呢？为了老舅撕多少这我都愿意。撕了他又不认账了。嗯，听着没有？人天才有事，人老舅实在心切，人家是动的。咱俩非亲非故的，你动吧，我可不动。啊，那不能动，那也不可，俺也不是干部家属。不是，我片儿都撕了。不，你这就打人不打条件，人打死都能动。怎么的？你们吓唬我了吗？你们打我！我刀，我走了。出来，我吓唬你们了。撒给我哥。行了。你打他俩干啥呀？啊，片儿都撕了，那给他俩打坏了，咱们还得花钱给他们治吗？那票都撕了，谁让你手那么快来着？夏大小必须收拾收拾他们，先拿李大牙开刀，吓唬吓唬。咋吓唬的呀？见机行事。咱们俩不签过合同吗？那上面有你身份证号。快许愿吧。你不是说杨峰跟浩然也来吗？啊，那他们俩可能是耽误在路上了，一会儿他们俩来了再吃。你快许愿吧，这蜡烛如果要灭了的话，就不灵了。说了不就不灵了吗？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想找像我这么帅的如意郎君吧？哎呦，包伟，你这个人呐，最大的优点就是厚脸皮。认识这么长时间，你才发现我这优点？把这蛋糕下去切了吧。哎，他俩还没来呢，切蛋糕不太好吧？没事儿，一会儿就到了。服务员，来上菜。这干啥呀？这绑架呀！哈哈，欢迎李大牙先生光临本店。啊？不是咋回事啊？弄桌子菜是干啥呀？是这么回事，非常恭喜你成为我们店第998位顾客。你很幸运，我。
我们店为你特意准备了一份至尊套餐，什么？就这些玩意儿。哎，哥，让我说好了，我可没钱。哎呀，不让你花钱，你坐这儿吧。我告诉你，所有消费今天由我们来买单，你就管吃喝就完了。真的？真的。哎，那你不走，坐下，梁哥。这家伙，大葱大蒜蘸大酱，这家伙整半瓶老村长。哎呀妈呀，出来价都没营养了，是吧？你这么说啊，你哥俩今天就不营业了啊，就专门陪你这个幸运顾客，我们也沾着喜气儿，好不好？你俩这突然对我这么好，我这小心脏还有点不得劲儿呢。我的，啊？啥得劲儿不得劲儿的？我跟你说。这么多年，我跟我五哥，我俩哈，最佩服的就是你，是不是五哥？相当佩服，可以吗？来，走一个。我那既然这样了，来干了啊！那就干一个。嗯，来。哎呀，到了，到了。哎，老五，你咋没干呢？我又不是幸运顾客，我管这干啥？哦。哎，你等，你别吱声。我跟你说，我们哥俩哈，不光五哥佩服，我也非常佩服。来，咱干一个。不是，你佩服啥呀？你干，你干，我告诉你，干，行。哎，你怎么也没干呢？我干不了。所以佩服你能干的，哎，等会儿，我哥干，来，你进，别着急，吃啥呀？着啥急？来，再倒一杯，我再给你干一个，来，干啥呀？啥呀？少废话，你就干了吧，这慢点呗。幸运顾客那么好当的，来，干了，慢点呗，干了。听见没有？让你当幸运顾客，完你还不给面子，你是啥意思？我这干不动，这家一杯没整，这是不干了，你出来来，你干了，不干了就出去。走，行，那咱说好了，这杯干完了，我得吃点菜垫吧垫吧。干完再说，来，你不刚才都吃一根大葱垫吧了吗？是啊，大葱那玩意儿，你赶紧我赔一口，来，干了，来。干掉！哎呀，今天算是丢大人了。咋了？该咋的了？还不是因为那马大山，全村三个钉子户啊，其中有他一个呀。他啥事干不出来呀？嗯，那就是个滚刀肉。关键这个肉啊，在我这组里，那还不好整吗？明天跟田叔一说，给他整别的组去。那能行吗？这不承认我治不了他了吗？太影响我形象了。那还用承认啥呀？本来你就治不了人家。治不了也不能说呀。没事儿，明天书记跟主任跟我一块儿去，肯定能治了他。那啥，老头啊，不说你那事儿了。我想跟你说点正事儿。啥正事儿？那啥，那个说完你别生气啊。哎呀，我的妈呀！我现在啊，让马大山折磨的都快死了，我哪有劲儿生气呀？那啥，我今儿给那个大娟儿拿20000块钱。嗯。我寻让他跟那田叔去说，给咱大志留套房子。啥？要干啥？
啊！你害死我呀！啊！你干啥呀？惊一乍，你喊啥呀？喊啥？他没收，没收不行啊！你这个行贿，你知不知道啊？哎呀，我的妈呀！我这么多年形象全让你给毁了！哎呀，不是，你总急啥眼呢你？那你一天天不着家，那家里伸手不得管呢？你管也不能这么管呢！啊！哎呀，我的妈呀！你说我当这么多年会计，我一分钱没差过，你倒好，学会行贿了。谁教的你呀？啊！哎呀，你害死我呀！你管我跟谁学的呢？我那啥，我这不寻思我做错了吗？我寻思跟你商量商量咋整。还咋整？你说咋整？哎呀，完了！书记要是知道，还不得收拾死我呀？全让你给毁了！哎呀，哎呀，我这脸子，哎呀，哎呀，哎，刘明国，刘明国，大牙，刘大牙，嗯。差不多了。两瓶白酒都没了，这一个串都没吃上。这两瓶白酒，放啥人也沾不起来啊。下一步，知道干啥吗？知道。见机行事。见什么机行事啊？按计划行事。啊，对，这回有计划。我去开车，你把我拖着。不是，咱那车还用开吗？拧不得着吗？大牙，大牙，你现在不想找男朋友，你这话都跟我说过多少遍了，我知道。那咱俩就从普通朋友做起呗。你如果有一天你真正不喜欢我，那就拉倒。但是你现在没有男朋友之前，你不能拒绝我对你好啊。其实说句实话吧，我呀，自从跟你合作这个项目以来，我就没那么讨厌你了。但是我总觉得吧，咱俩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没什么共同爱好。你看你这话说的。那爱好不是可以培养吗？没有共同语言就得交流啊。你说你这平时不咋跟我说话，咱俩咋交流啊？我跟你说，你跟我待的还是时间短，如果你跟我待时间长，你就知道了，我后劲大，我是块金子。你还把自己比作成金子了？我跟你说啊，你跟金子不差老远了。你看，那不得千锤百炼吗？行了，今天咱啥也不提了，咱就过一个难忘的生日，行吧？反正，谢谢你给我过生日。来，为了这个难忘的夜晚，咱俩再干一杯。是。看什么看？有那么可怕吗？你说这么整？能行吗？不这么整，他能把你好了。
那你说，下一步？走。菜好啦。坐坐坐，大家。吃饭。大家呢？我今天得好好的表扬表扬你啊。今天这个钱你要是收了，不光我完了，我和老周这么多年的关系也全完了。哎呀，咋的？我也是干部家属啊，这点觉悟我能没有吗？好，表扬嘛，啊，不愧是我天三友的老婆。你别看我平时啊大大咧咧的，其实啊我是粗中有细，就这种低级错误啊我是不会犯的。好，好，好，哎，来来来，陪我喝两盅。行，今天好好陪陪你，来，干一下。大娟子啊，请你回避一下，我要跟书记单独谈谈。啥事儿的？我还得回避呀？我给你鞠躬了。哎，行行行行，别鞠躬，我走我走啊，我回避一下，你说吧啊。这，哎呀，怎么的，老周啊？哎哎，咋的？咋还不让我吃啊？哎哎，干啥？不是，你这是干啥呀，老周啊？书记，我向你请罪来了。来，你坐下来。不，你不打我两下，我就不坐。你坐下，你坐下，我打你，行不行？好。那我听书记的。打吧。打了吗，书记？咱们脚上疼呢。什么玩意儿？你这是？老周，我问你，今天大志他娘来我们家送钱这事儿，你知不知道？书记，对天发誓，我是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我能让他这么干吗？就是借我俩胆，我也不敢呢。我就知道你不知道，不知道。这个事要是你指使的，你这个会计就当到头了。是，都是我们家那口子给你添麻烦了。我早就说过，咱们是干部，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家属。什么名堂啊！这是，书记，都怪我，给你丢脸了。丢我的脸没关系，你这是丢了咱们干部的脸。我早就说过，干部是干啥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你说这村干部都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这个人点利益，在这算计，在这算计算计算计，还在这送礼请客的。你说这还不乱套了？将来？书记批评的对呀，书记，那你能原谅我吗？行了，这事儿啊，亏了大娟子。这大娟子就没收这个钱。大志娘来的时候呢，别人也不知道，咱两家这个关系啊也挺近的，下不为例啊。放心吧，书记，不会有下次了。如果再有一次不用你撸，我自己就撸了。行了，来吧。哎呀，书记啊，你说我犯这么大错误，你还请我喝酒，真是太感动了。行了行了，过去了啊。咱俩呀，好好商量商量马大山呢，这得让他搬呢。是。哎呀，书记啊，我跟你说吧，这个马大山呢，一见到我呀，就好像我欠他800吊似的呀。哎呀，马大山呢？来，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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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不是鬼差人来的呀，我错了，我喝多了，我喝多了，我错了，我不是鬼差人来的。一块儿不留。